他是一个非常用很直男的方式在疼爱老婆的，然后他们两个常常很喜欢就是有一些小斗嘴啊小拌嘴，可是讲完之后他永远都会回头再去称赞赞美老婆，然后让老婆就是哭笑不得。我觉得这个方式蛮聪明的，就是生存意识还蛮高的。华灯的团队要庆祝，可能就看等一下 after party 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小惊喜了。到所有人都到齐的时候，我们再来集思广益想一下，这样对。他们很害羞，他们很低调又很害羞，我们就一次，但是我们停留的几秒好不好？平时是可以亲很多次，但因为我太太第一次这样。其实我们在那个婚礼之前，我有很刻意的避开，看到老婆这一套婚纱，不管是他们在选婚纱的时候，还是他们定妆的时候，我都很刻意的避开这一套。对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看到，然后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，因为我们下午有一个就是，家人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观礼，那在那个观礼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岳父牵着我太太出来。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套婚纱，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，对，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感动。那个当然有这个热泪了，热泪，对。是有吧，人生只有一次，感觉还是要努力一下。我们两个都有特别瘦身一下。对。嗯。那他天生丽质比较不一样，我需要后天努力。没有，不要这么客气啊。因为我蛮喜欢小孩的，所以那个在。我们圣经的教导也是生养众多了，就是好不好？现在要回答是不是？可以，好，到好了，好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，就是其实我是很喜欢小孩啦，然后当然我觉得慢慢顺其自然，然后就是看后面，我觉得越多越好嘛。啊，越多越好。想要几个？想要只要我太太答应，我都可以了。他那个时候是说一个球队，我上次我考虑一下。嗯，对。那个橄榄球队，橄榄球队。回答。我好像每次都讲同样的话，就是觉得他心里很善良，对，就是有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
很常看到，就是他很善良的那一面，这样子。嗯，你呢？对，我呢？反正你还会反问啊？会啊。OK， 年轻貌美。当然还有，就是善良。对。你干嘛抄我的答案？